好攰，行咗成日街，只腳又好痛。哇！阿聰，我見你咁攰，我帶你試啲新嘢消除疲勞啦。好啊。咦？呢個咩嚟㗎？這個呢就是歐蟬高筋閨蜜好動版，是不是很帥呢？是啊，這個OK的。我們不要說那麼多，試一下吧。這部機器有五個模式，接下來我幫你試一下，就是這個 Beauty 的模式，就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那你的腳就會沒那麼累。咁佢咧比較特別嘅係，你見到佢會包住曬你只腳㗎，由你小腿啦，去到腳踭同埋對腳底都會有呢一個全包腹式氣壓嘅，咁就會令到你有血液循環啦。另外咧，你感受到腳底好似有啲珠珠咁，係咪？係啊係啊，由前碌到去後，跟住側邊咧嗰啲小腿係咁壓住係嘛？腳底咧嗰啲珠珠咧有分三組㗎。咁就有腳趾啦、足弓同埋腳跟嘅位置，佢本身可以刺激到你腳底嘅反射區啦，咁令到你經絡暢通之外咧，亦都可以幫助你對腳嘅水分排出體外，咁就可以減少水腫嘅問題，亦都可以消除疲勞噶啦。按咗一陣咯喎，你覺得點啊？我覺得好舒服啊，好 relax 啊，即係完全唔覺得攰啦，而家我按到咧，我只腳都唔想拎翻出嚟。咁正啊！係啊。舒服啊，真係！陣間俾你試啦，又好啫。